总是有很多奇怪想法的眼袋应援。发作了，难受难受难受。妈，你看他，先上个厕所。导演，能不能我先上个厕所？五年了，全脱了。现在讲的。马上就会。关于严大夫应约爱做梦这件事，你走，快点蛋蛋啊！这伴侣说走，走，别再进来，就他还不走啊？不走，别进来，都打开。我梦到什么几年没见？下个回啊，肯定是算病危做梦。啊！看你哪个点？这梦，咱俩这一辈子。这个孩子在梦里就过了一生，插了个广告。哎呦你妈！做梦，杭州更做梦，每天都做梦。